牙套套起嚟，食嘢蚀牙啦，可以避。呢、這个凹凸不平、三尖八角嘅物体唔系鞋尖噃，而系牙刷嚟噶。咁嘅形状，因为佢要坐条脷上面，佢上面搽咗一浸牙膏，唔使喐手，只要喐喐条脷，啲牙齿就可以将排牙清洁得一干二净，够晒卫生、哦。不过系用完即弃噶，牙签、牙线都悭翻，仲唔会俾人见到有条菜少喺牙落咁尴尬啊嘛。不过咪以为咁快就有得用、哦。发明嘅两个加拿大青年最近先有机会上一个真人 show， 赢咗先可以赢到大概76万港纸，投产呢个伟大发明，所以连卖几多少钱都未知㗎。